来，谢谢谢谢哦。所带来看到的是咱宜兰劳动家庭团。你看咱家庭团头前，这嘛是咱传统手工艺。是啊，你看迄、那个伊个灯哦，迄、那个灯座哦，嘛是哇，这嘛是咱的木质雕塑哦。欢迎这糕点嘛是同款哦，非常的欢迎拿糕点。来，经过就好，经过就好，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注意安全。哎呦，我们那边有一个可爱的小朋友，那就感谢，还是咱简进义老师也好生，啊，感谢，辛苦了哦。一天乐器跟人无同啊，也许叫电风，叫电风扇。咱看到即摆是咱的四海龙王，伊就咱东海龙王、南海龙王，咱的西海龙王叫北海龙王。是，即摆是喏，要来庇佑着咱所有龙华种地主吼，无论是咱东西南北方吼，大家拢会当事事无灾，会当平安哦。安尼讲吼，事事无灾，咱四方财，啊，五方五路的钱拢赚得来。是啊。是。来恭迎恭迎南边南西风俗，啊，咱北去先天上帝。啊，这是咱八龙安亲民啊，是，咱的技术人员。来做恭迎平安西风俗，北去先天上帝。本来感谢咱所有侨办人员，大家辛苦。来，这边就是咱淡水平安山吼，咱本段咱的恳天上帝。那恳天上帝呢，有一个人嘛，称呼伊叫上帝公吼。上帝公是，阿妈讲帝爷公是是。啊，咱交班人员大家辛苦吼，咱简单就好，吼简单就好。来，这次有花香，感谢咱台中边西咱所有侨办人员，谢谢谢谢，感谢，蛮感谢咱。啊，那一般咱来侨办过吼，伫咱来拜堂的时阵哦，一般拢来听咱三。